好比定地摊地坐条道路，凝固吸收路面关节落差大，影响用路人的行车安全。县长民国伫游水村议员的陪同之下，下乡视察道路情况，当场答应一个月内会安排路面跑坡工程。河北镇地潭里的八八路路面修修补补，关节落差真明显，影响用路人的行车安全。啊，都大雨啦，落雨天就够危险嘛，五人拢无来咧甲阮处理啊，都大家来这个拢想讲整区块来处理，都拢无来啊，安尼啊。八八路是地潭里居民主要出入巷道，路面坎坎坷坷的情况，互驾驶人拢真困扰。县长的民国在游水村议员的陪同之下，佮现场视察道路情况，实在看到这么歹的路面，当场答应乡亲，一个月内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。这个路面啊，吼，因为这个管线单位底下挖这钢线，也有电线的，也有排水沟吼，啊，所以挖了吼，路坎坎坷坷，啊，回填也不实，啊，所以路吼，啊，路面拢有落窟啦，啊，所以骑车尾。桥多歹，行车拢真正无方便，啊嘛真正危险，所以咱下晡来甲会勘了以后，顺这条啊八八路有需要来办理路面改善工程，啊所以县政府啊看了以后顺吼，一个月内都要来改重新啊重新的点啊卡，啊让咱大家出出入入，安尼拢真正方便，佮真正安全。县长同意拨款187万的经费，做伙征收八八路、金北路、各乌地路三条镇内路，总共823公尺，希望把路铺好舒适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。多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。